我们是按照最传统的一个方式，来实现这个套子和肩配服务的，而且主要是呢，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啊，能够把我们最传统的工艺流程能够体现出来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一码追溯，我们是一个透明的工厂，我们把整个生产过程都通过一个二维码。 然后呢，大家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的全过程，让大家放心，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家里吃到最传统最好的中药，就是其实让中药不会那么难以接受。我希望以后年轻人更加都会喜欢的。